是凯莉，我们今天当当一起来玩迷你车冰淇淋派对玩具游戏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一起玩吧。凯莉，我们的玩具好朋友全部到这里呀！哇哒哒哒哒哒哒！当当，朋友们，凯莉现在开了一个冰淇淋商店哦，不一样的店。到底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吧？呵呵。那么凯莉现在就坐一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开始行动了哟。这里有说明书，还有各种印刷的小品，这些要用剪刀小心地剪下来，然后再来使用。这是做冰淇淋商店的木板，还有颜料，各种各样的颜色，粘土，还有连接木板的强力胶，各种各样工具。凯莉呢，特别喜欢这里来的新来的朋友。凯莉啊，快点做冰淇淋商店吧。知道了，耐心的等一下吧，他们等不及了，我现在马上就做了。冰淇淋商店现在就做好喽！哇哇！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看冰淇淋商店里面的样子。这是冰淇淋陈列柜，有三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，后面还有各种颜色的冰淇淋陈列着。哦，还有这里，这里呢是凯莉的收银台，算钱的时候就到这里来。这里还有可爱的凳子，有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。最显眼的是，这个粉红粉红的小沙发，看起来好柔软，好像很舒服。小黄人坐这里，一起搞 Hurrah Carol。这个可爱的冰淇淋小店里面，还有这样的，等等，乒乓球台，可以打乒乓球，乒乓球拍也可以拿起来，可以进行娱乐比赛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淇淋，还有水果箱子，箱子里面有很多水果哟。朋友们，这个微型冰淇淋小店呢，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是非常小的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哦。那么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玩一玩这个微型的小冰淇淋店吧，请看可爱的小故事哦。好热呀！哈哈哈哈，那是当然的，夏天的夏天。我要在这里唱我的摇滚。哇、哦，我太热了，我要去靠近这个冰箱啊。哇、太凉爽了，我想要去坐在冰箱里。哎，我跳进去。太凉爽了。我成冰淇淋了。哇，这里有冰淇淋店啊！请问这里是否有好吃的、凉爽的冰淇淋呢？咚咚咚咚咚，这里最好吃的是香蕉冰淇淋。哇，香蕉冰淇淋哦！啊，那么香蕉冰淇淋，请给我一个。哦，非常好，香蕉冰淇淋，来一个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哎，真是，噔噔噔，轮到我得来卖了。打开香蕉冰淇淋的盖子，哇，好舒服呀！哇，这是什么声音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嘿呦，香蕉冰淇淋在这里！哇，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啊！好舒服呀！哦，这
是什么声音？我是小黄人，我太热了，就进到这个冰淇淋桶里了，好舒服呀！哇，凯比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客人，你吃香蕉冰淇淋的话，就会唱香蕉歌曲，没关系吧？什么什么唱香蕉歌呀？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能不能吃哦。哎呀，那你吃吧，那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啊，你说什么没有关系？那么我吃也可以吧？好凉爽。嗯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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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banana ban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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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ana， 我怎么老唱歌 banana banana banana？ 因为你吃了那个冰淇淋，所以就唱香蕉的歌啦。banana banana banana， 啊，我情不自禁的唱歌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停下来 ？banana， 啊，真的是好有效果呀！啊，我要开始弹我的吉他了 ，banana。冰淇淋商店玩具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游戏来哦，朋友们再见。